三二一，快回答。哎呦，这好难说哎。快快。我何老师，今天的问题太可思了。我对不起，我要有饭吃。就还是选择了食物。没有食物就没有不能想东西啊。威菲尔，好难，我不要回答，我不要回答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这么回答。那怎么回答？就是如果是你们两个要必须要走一个的话，你可以这么回答：谁走都无所谓，因为谁走了都不是向往的生活。我觉得，你再来一遍，预备开始。我和黄老师必须要走一个，留一个，你选谁走谁留。觉得三个少一个就不是像我前面要说谁走谁走都无所谓，谁走都无所谓，然后我们就会很惊讶，我们就会很惊讶为什么你会这么说。预备开始，你选谁，谁走谁留。谁走无所谓啊，这么无情，你太夸张了。现在是挑我的戏吗？好，那黄老师的反应，我问你黄老师的反应，谁走谁留，你马上决定。谁走无所谓。哎呦 no 谁走谁聊你决定。谁走，哎呀我的天，来谁走谁聊你决定啊。谁走无所谓啊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三个人有一个人走就不是像我的生活。好感动，我都要哭了。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我们真的得学起来。